那个宣传的时候走了。哦。他不用上楼，你不叫我们回吗？那就这样。开始了吗？嗯。就在这，他这没夹那个夹机，不用不用夹的。哦，没夹。哎，不能夹。让他看一下。你在架好那个家具的，那个电脑上那个给我拍一下，然后点 yes， 然后要把这个给你点 yes， 不然它会喷油的。现在架好，来拿这个架。哦，开始。对，现在。
走到那个洞。嗯。Yes。点了加好钱。318是写多少个数据吧，一共2000呢，那一百是压电的，老了就之后随便点开一个看看。看清了吗，郭大？嗯。老高，你在这儿，有我们副总跟。哦。常委。哦。
厂长陪你，我就回去厂的。你要是回头的话，就走厂长再到我那。二十分钟就到了，一下。二十分钟就到了，昆山南到常州站，二三十分钟就到了。行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你再给我打电话，好吧？好，好好有我们大厂长在这陪你，陪你看看，我就回去了。好，好，走了。啊，回去啊。他这个数据和八二五数据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都一样的。你可能是把那个八二五那个数据再打开，啊，你对照一下可以。你也可以。那个就是多，多什么呢？八二五的那个票房，那个票房。哦，应该是多。可以讲啊，但你可以讲，但你可以让有些客户自己讲。他那个有不现实，那是专门只有拿到信号单元机。没有，就是你单元机往到那个电源上有电池 ，USB 线插上这个电源插上，就驱动装，它装个装个驱动，就是 Windows 实现各一个单元机的。对，你的系统是怎么的 ？Windows。Win7的。Win7。啊。这也能上网啊？WiFi， 对，能远程服务，可以连无线。这是带枪的智能的是吧？这个有枪，这是枪的智能是吧？这个啊、嗯，这个是温度达到45度以上，它就会降温。降温。如果是低于45了，它自己都停止转动。还有电容分配。玩游泳来的吗？有，哪一个？哪一个色？我们那个八度啊。这现在有流氓吗？不好进。啊，或者流氓。前几年的有的，有的他们已经发货了。一会儿，待会儿晚上那个嘛，让他都打开，让他拍拍个那个什么简单的。这是318。对啊，318。318我也可不行，我就说你，我先对一下我。对。咱一个个弄完这个再弄二五。主要是那放了这个，放了放火。